大家好，我是立法委员许玉仁，我在 Less 25。各位同志朋友，我们已经走到最后一里路。我相信婚姻平权是超越党派、超越政治、超越宗教的议题，这是代表台湾社会进步的一个价值展现。让我们携手协力，通往最后一里路。我相信在隧道的尽头，阳光将为我们而鼓掌。大家一起加油！